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2018 Lexus NX200。NX200 属于 Lexus 旗下的中大型休旅车，在市场上非常热门。那 Lexus 的品牌在台湾妥善率也非常的高。四个车门都有门钥匙，启闭车门锁。车门气氛非常优秀的内装气氛，那就知道是有在维护的物件。顶棚的状态。门钥匙、启闭车门锁、车门气氛、电动座椅、驾驶座状态，都非常完整，非常优秀。自动头灯，这是自动远光灯，跟电动尾门，换挡快拨片、音响快拨键、蓝牙通话功能。单车系统，车道偏移、定速、感应式雨刷，跑五万七。原厂保养，感应式头灯 ，iKey， 电热椅，双驱恒温，驾驶模式的切换，手写面板，电子手刹车，倒车影像。2018年跑五万七 NX200 有跟车系统，车子漂亮，原厂保养里程保证，有兴趣的请把握，谢谢。实在就是 SUM。